都成了。傻丫头，今天在这特别好吃。这螃蟹比你年纪都大，你会做吗？姥姥，他俩看不起你。没事，姥姥这个贝登黄连线不给他吃。这钳子真大，里面应该有不少肉。哎呀，姥姥，我这手艺真辣椒就疼，我就学跳舞去了。去，你这丫头就是懒，做好了可没你的份。他就是想吃现成的。先来给它腌一下。腌一下，让它充分入味。这肉好漂亮啊，这好多蟹黄啊。哇塞，姥姥，这也太爽了吧。嗯，好好吃啊，这里面全是肉。嗯，姥姥，这样做的鲜嫩 Q 弹真不错。嗯，这样满足了吧。嗯。